过没多久之后，我又在打篮球的时候，我就稍微撞到头，轻微脑震荡。然后下个礼拜他就说他头整个破掉，就缝好多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庞，又来到了我们星盘实测的时间了。所以今天邀请到了两位非常漂亮的双胞胎教练，米娅跟 Lucy， 欢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米娅，我是 Lucy。那 Lucy 是姐姐，米娅是妹妹。他们其实出生才差了两分钟而已，但是你看呢，米娅现在是创业，但是 Lucy 现在是全职妈妈，为什么差那么多呢？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的命盘哦。两位的话都是水瓶座，跟我一样。水瓶座就是人家都说怪咖嘛，但是我觉得水瓶座都不会去觉得别人说他怪咖是很奇怪的事情，对对对，对我们就是怪咖怎样？月亮是母羊，火星摩羯，月亮是情绪反应，母羊是情绪很直接的，所以其实两位应该情绪都很明显吧？非常明显，就是开心啊、生气啊、不爽啊、哭啊，就是写在脸上，对，一定要写在脸上。那火星是摩羯，火星其实是你的脾气，但是当你有情绪的时候，很想要发脾气，你就会去克制住说，没有这种感觉。有水星也是摩羯，所以你们两个对于说话的时候，因为水星是说话的方式、思考跟思绪，所以两个人在讲话的时候，其实都不会是走那种讲狂语路线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对，不会，不太会说谎啦。但是真的说谎也看不出来，就是直接说下去，连都不会变。但是呢，两位其实从小就一直在一起嘛，同一个班级嘛，国小的时候，我们算同校，同校，国中就同班，国中同班，然后高中又分校，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，虽然两个人的基底个性是一样的，但是会经历过不同的事件，往不同的方向走去哦。谁先谈第一段恋爱的？他早熟的姐姐，什么时候谈的？国一，差不多国一，国一国二就谈了，国一国二的那个时候，那同一个时间点，蜜雅有什么人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吗？其实那时候就是跟一个算是篮球教练，对，我跟他有一个很浓厚的关系，然后也正好发生一些事情。对，所以其实那个在我来讲是很印象非常大，其实很毁灭的时候。对，因为在星盘来讲啊，这同样一个行星的能量是金星，金星它其实包含了爱情跟人际的关系，所以虽然两个人都是因为你们出生才差两分钟，对，其实整个星盘看起来完全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两个人的能量却发展不同的事件，一个是谈了初恋，一个是人际关系上面的毁灭，真的是毁灭，有那种低潮，然后可是过了之后，我就真的变得不太一样，对，就是成熟很多，这很有趣哦。想问两位，谁先开始健身的呢？我。真的，对，我为什么会想要？一开始是被逼迫啦，因为就篮球队嘛，一定要健身，所以一开始都是不情愿的下去。那你什么时候入行的呢？大学毕业后就入行。你刚刚说是被逼迫的嘛？是因为你那时候是体育班，毕业之后就想说不知道做什么，所以就先做了教练看看。没错。那 Lucy 为什么入行的？我一开始先当体育老师啊，后来就是这条路是觉得非常的无趣、辛苦，对，我就叫他过来。对啊，其实有一个说法是这样。姐姐会比较发展太阳，妹妹会比较发展月亮。我们访问到现在，其实稍微可以看得出来，妹妹蜜芽都是比较快的。看你先入行，先做了人际关系上的毁灭。姐姐听起来好像是，好啊，我跟着呀，还没有。所以姐姐可能真的比较偏向水瓶座的特质，所以妹妹就比较偏向母羊座的敢冲敢做，对不对？真的。所以你可能就是就直接就创业啦，对不对？直接冲出去。其实这个就是双胞胎命盘间的差异了耶。那姐姐当时有没有阻止她？没有，其实我觉得这样，我自己觉得蛮好的。Lucy 的话，她是2017的年底结婚，对。可是蜜芽是2018的年中，对，差不多就考虑创业这件事情。你看她其实发生的时间会差不了太多，可是那个重大的点都是一样的，就2017、2018，对两个来讲都是一个生命中的里程碑。你们虽然同校，国小同校，但是你们不会坐在同一个位置上面，对。然后旁边的人也不一样，然后你认识到的人也不一样，你发展了自己的交友圈。当你有了不同的选择，你其实那个时候的人生已经，你的人格已经开始不一样的养成了。那身为双胞胎啊，有没有发生过？因为大家都很爱问说，双胞胎会有心电感应吗？你们觉得有吗？有哎，我觉得会，真的会有。譬如呢，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国高中的那一阵子，可是高中之后我们就分校，然后我们就打篮球。有一段时间是我们在受伤，对，我先打篮球的时候不小心稍微扭到脚，就小扭一点掰卡掰卡的，然后下个礼拜就换到他。
我就是超级踩到我教练的脚，然后大翻船，然后还要用拐杖。好对，超就是他做轮椅跟用拐杖，是同一只脚、嗯，同一只，是同一只，怎么那么神奇啊？过没多久之后，我又在打篮球的时候，我就稍微撞到头，轻微脑震荡、嗯，然后下个礼拜他就撞到头，他头整个破掉，就缝好多针，缝了一光。听起来妹妹好像都没怎样，然后姐就是两倍，就神力。那就是莉亚先受伤的时候，就说：“姐姐，我手上手痛，你要注意一下哦。”哎呀，我还想到一个，想到也蛮悬的，就是国二、国三之后谈恋爱，那个时候跟一个男朋友在一起嘛，然后有一点点喜欢别的，就有点三心二意。他、稍微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，我姐姐就被劈腿。大概有两次，感觉姐姐会觉得妹妹是怎样？每次乐章都来我这儿，真的是不是？真的是妹妹要好好还债，因为我现在很疼，加倍奉还。